它是中国辖区最大的片警，他的家又是中国最小的110，一盏红灯温暖了黑土地的寒夜，崎岖山路留下了数不清的脚印。常年守望，他受到了苏木河百姓怎样的爱戴？关清如纸，他又为何赢得了重如泰山的哀荣？和平年代优秀副转军人系列节目本期播出，王江天堂的守望。老刘啊，对我怎么样？我愿意宣扬你的变革斗争。好，基金会百姓，我刘一祥的心，谢谢。2010年1月7日下午，面对来医院看望自己的各级领导和同事，病情急剧恶化的王江有些激动。此时此刻，他或许意识到了，这是自己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句话。你别着急啊！怎么这么多点了？以后会好的，不容易，千万要自己要挺住。我看你这个药物很难受，就是。这天下午2点多钟，王江神志清醒了些，他让爱人帮他穿上警服，并让刚刚成为人民警察的儿子给自己敬了个军礼，叮嘱儿子要做一个好警察。4个小时后，王江疲惫的双脚终究没能迈进他生命的第56个春天，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战斗了16年的苏木河。王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缘何英年早逝？55岁的人生里，他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故事？苏木河距离佳木斯市70多里，是一个偏远的小山乡，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一天只通一趟客车。乡里没有集市，平时连猪肉都很难买到，艰苦的生活环境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一些人即使给他提职晋级，也不愿来这里工作。1994年，王江被派到苏木河派出所工作。当时他完全可以以年龄大、身体有病为由留在城里，可王江没向组织提任何条件，打起背包就来报道了。当时知道这块是山沟，是延安市华山县一个最偏远一个山，那个山里头一个小乡。王江的家在华川县最大的镇新城镇，从苏木河回趟新城要倒2次长途客车，花上10多个小时。于是王江干脆在办公室搭了一张简易床，吃住在派出所。晚上洗脚水放在第二张床上，不能冻成冰了。这墙上四壁上全是上满了霜，就是冰花雪花。那种条件不太好，一心王江来也认为他也就跟那些警察都一样，在这儿对付2年，然后就走。可王江却和别人不一样，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工作了2年，他不但没走，竟然还决定把家搬到苏木河来。他没有和妻子谢淑琴商量，就花3000块钱买下了一间18平米、屋里只有半铺炕的茅草房。搁这买好了，完回去，他说就搬家。完我说的那个，我去看一下子。他说的不用看，看那干啥呀？完了回去之后呢，把那个新城镇的有一个大砖房给卖了，卖了给他媳妇就骗出来了。跟我家那边比，天壤之别了。我一看就那什么了，我就不想待着。那有一几乎是没咋睡觉。我到2天的时候，他说：“那你要是走的话，我也拦不住你，那你就走吧。”那么老二一瞅，他没车呀，没有车，你走不了啊。这就咱就走不了了，就在一块了。苏木河方圆133公里，下辖7个自然屯、3个农场，王江变成了中国管辖面积最大的片警。600多户村民分散居住于深山老林中，最近的村子距苏木河有7-8里地，而最远的有几十里路，管理难度相当大。不过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并没有成为王江和乡亲们接触的障碍。一辆骑了20多年的自行车陪伴他走遍了苏木河的角角落落。在苏木河，
王江家那间仅有18平方米的茅草房最不起眼，但谁都能找到王江的家。为了方便群众夜间报警，王江自费在家门口安装了一盏小小的红灯，将自己的家作为警务室，家里的电话也就成了苏木河的110。山村的夜漆黑一片，这盏小小的红灯却始终亮在苏木河的夜晚，亮在老百姓的心间。2004年，乡镇体制改革，苏木河乡与邻近的四峰乡合并，苏木河派出所也并入了四峰派出所。这对于已经在山沟沟里工作多年的王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顺理成章调离的好机会。但苏木河的老百姓离不开王江，王江也的的确确舍不得走。他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不能让老百姓找不到人办事儿。派出所虽然撤了，可我王江还在。于是王江主动向上级请求继续承担苏木河的警务工作。接着他召集村干部开会，让村干部在各村醒目的位置挂上有事找王江的牌子，并留下了自家的电话号码888-4085。一天清晨5点多，王江接到报警，鲍家沟两户村民因为丢失的一只鸭子闹起了纠纷。王江二话不说叫上协警员就出发了。只有三户人家的鲍家沟距离苏木河30多里，山路崎岖难行。我说走吧，那我都谢谢了。我说三哥，你这来干啥了呀？你何苦的呢？用一个鸭子能咋的？在王江的坚持下，他和协警员李金发步行4.5个小时才来到鲍家沟。这回去了，一去两家干的，打斧拿刀的。一看王江来了，家事不料完了。王江呢，一问调查事实一清楚，不全是鸭骨头吗？你看这不是鸭骨头，这不鸭骨头啥？这是。结果这邻家来个外来人，真把个鸭给偷吃了。吃完后，他把鸭骨扔灶坑了。王江一找，看鸭骨给灶坑呢，把那家烧了。说你这是啥？说你们邻居住好处。说你完那家人，那两家人挺感动的，说得亏你来及时，要不啊，让他们人脑打出狗脑袋了，到时候输人命后悔都来不及了。作为苏木河唯一的一名警察，大到刑事案件侦破、护林防火、护丘保收。小到调解家庭矛盾、帮助村民寻找丢失的牲畜，王江都要一一过问，而且是随叫随到。在他眼里，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就算针鼻那么小，也是大事儿。2007年，为了改善王江的工作条件，黑龙江省有关部门拨款建起了新的警务室。王江和妻子终于告别了那间居住了10年的茅草房。住进新房，王江很高兴，但更让他激动的是，这警务室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没有先例，一警察个人这名字冠名的这个警务室呢，就我自己。为了解决出警不便的实际困难，省公安厅曾向王江警务室赠送了一台捷达警车，这部车却被王江留在了四峰派出所。后来市局又赠送给他一辆电动自行车，可电动车跑不惯崎岖不平的山路，所以王江依然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在苏木河广袤的黑土地上。王江1975年入伍，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1986年，带着英雄连队的光荣传统，王江转业来到桦川县派出所，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在王江的心中，一直伫立着一位英雄的形象，这就是苏宁。当年王江和苏宁同在一个连队，苏宁是连长，他是副指导员。一次组织新兵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苏宁为抢救投弹失手的战友而光荣牺牲。我感觉呢，我跟苏宁这个同志呢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宋江同志呢，确实一个值得我学习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相当认真。和苏宁将生命定格在瞬间的抉择不同，王江选择了长期坚守在那个遥远闭塞的小山村。后来王江的事迹传出了苏木河，传到了省里，传到了北京。这就是呢公安部收留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状，这也是呢省人民政府授予我的省劳动模范奖状，这个呢是黑龙江省公安厅授予我的一等功。这些荣誉让王江倍感自豪，但王江最看重的还是老百姓称呼他一声三哥。被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公安部曾奖励王江50,000元奖金，他当即表示要全部捐给省公安英烈基金会。考虑到王江身体不好，经常看病，还欠有外债，领导都劝他留些钱给自己，可几经劝说，王江还是拿出20,000元捐了出去。不久剩下的钱王江还是没有留下。行，正是用这些钱，王江给村里新修的柏油路安上了9盏路灯。他一个钉子钉俩正好。走，起来起来了。你说说道理，好，好了好了，行不行啊？灯，对呀。我想给村里装路灯呢。哎呀，想改变一下村里的这个秩序吧，就是这个好了越好。更好，是不是？你走路走得真快啊！当兵出身，从部队转业以后就分配了。那怎么就来了这个地方一待这么长时间呢？待时间长，我并不感觉时间长。16年来，王江就是这样默默的付出，却不求回报，甚至从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有关领导到松木河来看望王江。临别时反复问他有什么要求，他都一口回绝了。汽车已经启动，领导再次问他，王江想了半天才说，下回发服装，咱那警服衬衫能不能给我发一套肥点的，山里冷，穿衬衫里边得套件毛衣。满以为王江会提出什么难以解决的要求，没想到却是为了一件衬衫。还有一次，省市领导接见他，关切地询问他的职级。当他听到省领导要求市里破格提拔他为正科级时，他立即站起来恳切地说，千万不要，我们所长才是副科级。常年累月的奔波使王江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早在1999年他就被查出患有肝硬化。就现在的状况，我要到医院检查，王江你具体得住院治疗，你不打半个月针，你打2天到1个月。和一心想着工作，一直记挂着苏木河乡亲们的王江，却从没有安心治过病。有一天我没去，他自己把住院手续全办完了回来了，可把我气坏了。他说你我都好了，我还搁那干啥呀？来一本，我们学习学习。以后的这些年，王江做了7次检查，每次医生都劝他住院治疗，可他每次都把住院单撕了，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忙碌着，疼了吃点口服药，实在挺不了就输几天液。有时候打打针，电话来打来说有事儿，哪头有事儿，那个不行，赶紧把这针给我拔下去，起来就走。生命的长度你自己掌握不了，它可能随时随地可能你就没了。那宽度呢，在你这个能是活的1小时1分钟，那你就多干点工作。王江不愿浪费一点时间，他要用所有的精力多为老百姓做些事儿。各级领导都向王江提出过要把他调回城里，条件好一些，便于养病治疗，可都被王江谢绝了。他固执地认为，离开了松木河，离开了乡亲们，他就不再是王江了。就这样，他把自己的健康一点一点消耗在了山间崎岖的小路上。2009年6月，王江的肝硬化发展成了肝癌，这一次王江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王家，孙师长，省长来看您，省长专程来看您。现在你感觉情况怎么样？这里是孙长，这是老二，老孙长，老二。孙副省长此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帮王江了却一桩心愿。由于举家搬到松木河，没有好学校供儿子王小兵读书，也为了解决家庭困难，小兵小小年纪就去了南方打工。对儿子，王江一直心怀愧疚。所以您儿子啊，三级警司，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察。小兵，你要向你爸学习啊，当个好警察。哪里嘛？没有怎么样？不用宣讲，已经变了，奏折。好。基金会百姓，我刘医生，谢谢，我想选你个。我看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老战友，这是你给部队争光，你给警察争光。我们也不，这他是他的部下。嗯。这样的，好吧。嗯。好，王江啊，挺住。在这里举行向王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深切缅怀一生奉献、鞠躬尽瘁的全国公安机关一级英模王江同志。2010年1月9日是送别王江的日子。自发赶来祭奠的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和八位省部级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公安部、黑龙江省政法委、省公安厅发来了唁电。关亲如指的王江赢得了重如泰山的哀荣。一路走好，我为你祈祷，就在那一刻，就在这一秒，整个世界失去了喧闹，一路走好，我为你祈祷。谁也不知道你付出有多少。松木河的乡亲们坐着农用车跑了70多里山路，目送三哥走完这最后行程。谢谢你们王江生前你们对王江的关心爱护支持。王江走了，你们这么老远来送，谢谢你们。我心中王江像这么些年来对我三哥给予关心的各位领导，我代表我王江的家属向各位领导三鞠躬，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没有王江今天，没有王江就没有麦老哥，俺们什么老百姓的幸福安康。整个世界的雨都停了，我为你祈祷，天堂你过得好。一个人的品质影响了133平方公里的风气，一个地域的风气又让无数人传承着他的品质。王江如同一束不起眼的满天星，其强大源于内在的精神力量，山野因其生机盎然，平凡由此续写传奇。多了一份。送别了王江，有一个问题我想问自己，也想问王江。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物欲世界里，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你到底为了什么？是钱，你收入微薄却慷慨解囊；是官，你唯恐超过同事几次谢绝；是奢华的生活，你却扎根山沟，简朴的像个老奴。毛泽东曾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松木河的百姓是这样描述你的：一辆旧车，一身警装，东奔西跑，保卫一方。这人是谁？他叫王江。
领袖和百姓语言风格各不相同，但内涵却那样的一脉相承。三哥，在天堂你还在守望着松木河吗？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幼发拉底河，大名鼎鼎的防空导弹失守，埃及阵地上以色列公开偷走先进雷达，日信集团的争夺爆出怎样的战争秘闻？周末开讲隆重推出联合作战知识讲坛，国防大学陈凤斌教授开讲联合作战中的制信息权。